号是国父逝世93年纪念，蓝营齐聚国父纪念馆，高举国旗壮声势。前总统马英九、国民党主席吴敦义和亲民党主席宋楚瑜都到场致意。不过，宋楚瑜更在国父遗像前高声念完国父遗嘱，受访时强调，两岸问题要多沟通。总理遗训：和平奋斗救中国。我个人以及亲民党都是孙中山先生的信徒，两岸之间现在有许许多多的事情我们需要多沟通。我们最近看到在朝鲜半岛，大家可以自己坐下来彼此相互沟通。我们亲民党一向主张两岸基本上是一家亲。中国取消国家主席的任期，你有什么看法？我特别强调，大陆有大陆的自己的一些考量，他们内部有一些自己的说法和他们的一些构想，我们在这个地方不予去做任何这个评论。我在这个地方特别讲，我们之间相互之间多尊重，台湾有台湾的政治的一些考量，我们坚持每一个政党之间相互我们要尊重，而且真正那就是主权在民，人民最大。